我可以变成胖胖警卫，也可以变成恐怖奶奶、恐怖人偶、机器人老师、紧低头警卫，还有披萨店的恐怖厨师。那一开始的话，我想先变成胖胖警卫。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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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下面这个喇叭这是什么啊？按看，咦、还可以放屁耶、再放，好臭、哦！放给大家闻啊！那再变成恐怖奶奶看看，来来，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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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哦！啊，下面一样有这个喇叭，这是什么啊？哦、oh, ，奶奶的声音啊！那旁边这个呢？恐怖人哦！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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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哦，有他走路的声音哎！然后下面这个喇叭按下去会怎样呢？哦，那声音好恐怖啊！好，我们变回胖胖警卫吧，来。我们来去抓犯人！哦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想逃狱啊！咦，在这，在这，还想跑啊？咦，他怎么不见了？啊，抓这个，抓这个，抓！有喽，抓到一个囚犯啊，想逃狱的囚犯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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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好多人想逃狱啊！别想逃，抓！抓到两个了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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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想跑啊？放屁给你们闻！哇，这个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，抓不到啊！要跑啊！放屁，有喽，抓到喽！好，接下来到浴室这边抓人吧，来吧来吧。啊，有人逃到这边吗？这边有吗？有人吗？很好，这边都没有躲人哦，来来来了，抓！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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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边还有好几个囚犯啊，想逃狱的，等等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哎、欸，不要跑！刚才是不是有一个培根头逃到地牢这边了？来来。妈，过来了吗？哦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了！躲一下，躲一下，躲一下！来啊，过来，有了，抓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哇哦，好多逃狱的，抓这个好了，抓！好，接下来换用恐怖奶奶来抓人吧！呦呦呦呦呦，有人来喽，抓！还想逃狱啊？来喽！抓！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！快快快快快快！哇，每次抓完人都要重新啊！另外一个人呢？哦，他掉下来喽！抓！哦，接下来换恐怖人哦，来抓人看看吧！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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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到地牢里面看看，有人吗？耶、yeah. ！哦，有有有，来喽！抓！好，接下来用机器人老师来去抓人吧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囚犯来喽！别跑啊！紧低头警卫，来来，来去抓人，来去抓人。看一下，还有囚犯，还有一个，这个一直不放弃耶！哦，跳下来，跳下来了！不要跑！呀！不要跑啊！哦，有了，抓到了！好，接下来换这个恐怖厨师。哦，他这个笑声超诡异的。来吧来吧，哇哦！好多人想逃跑呀，先抓你，好，再来抓，来吧
来吧来吧，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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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你抓你，不要跑啊！好，接下来我想要买买看一些道具，然后搭配这些怪物来去抓人啊。神剑还有什么测试器？这都是什么？哦，有一个神模式哎、欸！哦，有喽！我现在走速超快的，好，来去抓人，走摔倒啦，起来呀、啊，来啊，我看你怎么跑，我过去抓。哦，这有一个人，哦，我假装发呆啊，你跑你跑没关系，你跑你跑你跑抓。好，接下来到加速跑酷这边抓人吧。我可以跳这么高，来来来，抓人来抓人，这里这里这里，抓前面那一个，不要跑啊！来啊来啊来啊，抓！跑到一半被抓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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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来，在这边还有人吗？死掉！哎呦，死掉！哎呦呦，看到看到，这里有这里有，哎呀，吓死！好，再抓一个，再抓一个！来来来，哦呦呦，看到看到了！呀啊，他自己掉下去了，啊、这边还有这边还有，抓！不要跑！哎，跳太高啦，我可以直接过去吧？啊，有了，抓到了！也太好玩了吧，这个模式。哦，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区域，哎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刚还没来看过啊。这里有一些按钮可以按，这是什么血月，来按看。哇哦，天空怎么变成这样啦，好适合来杀那些囚犯啊。来到最后这边堵人吧，有人已经到这了吗？哦，前面好像有哎、欸，有有，前面有前面有，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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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血月增加，我们跳进去抓他，跳，还想逃狱啊？哈哈，好，接下来换用紧低头守卫来去抓人吧，来吧来吧，五。这一次有两个人想逃狱，别想逃，抓！好，我已经抓到49名犯人了，还差一人就50人了。听说抓到50个人会有奖励哦。前面有个犯人，就抓他吧。来，第50个人抓到喽，有喽！得到了一个徽章，